原标题，马镫的故事穿越之打造王者铁骑。按照流行观念，9012年连地球都在流浪，穿越也很平常。为了让广大读者在穿越的路上走得舒心，走得放心，除却火药水泥这种穿越者基本操作，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的穿越知识小贴士是如何速成王者铁骑。公元前4000至3600年左右，人类驯化了马匹，但是最初马匹先与车轮结合了起来，将马套在两轮车上组成的战车，在早期的战场上广泛使用。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，待到把马匹与士兵结合起来时，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兵种之一骑兵出现了。然而在没有鞍镫的时代，战士们上马不易，在战场上也只能抓紧缰绳，夹紧马腹，以防止自己从飞驰的马上跌落。马镫的出现使骑兵达到了人马合一的境界，解放了双手，真正拥有了在马背上一箭穿云、提枪按键的超强战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什么是马镫呢？可以从镫字的造字略窥一二。镫字表示马镫属会意兼行声，从今而登，登一声。什么是马镫？马镫是指垂悬于马腹两侧供骑马者踏脚的马具。马镫的作用，一是方便骑乘者跨上马。